要常常检测自己，不起贪嗔痴欲住相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。啊，这是不可思议无上的开始。啊，四句话能帮助我们消除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无量劫的业障。啊，怎么个念法？怎么个意法？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啊，真心是什么？贪嗔痴欲，反过来就是真心。有这些念头是妄心，妄念；没有这些念头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这是真心，这是真念。啊，还会受外面境界的诱惑，五欲六尘的诱惑，五欲六尘的干扰，就是在五欲六尘里面，你还会分别执着，你就受到干扰了。要怎样呢？一句阿弥陀佛，把他们全都打扫干净。啊，心里面见如不见，闻同不闻。啊，我看见了，听到了，我心里是阿弥陀佛。跟五欲六尘不相应，这就对了。这是真正原理了，原理也不是故意离开他们，不需要，一切随缘。啊，只要自己的心不被外面境界所动摇，这是真正的念佛三昧。阿弥陀佛的功德住在我们心中，绝不为外头境界动摇。啊，外面的境界一切随缘。古德有很好的教诲告诉我们，好事不如无事。随缘不要攀缘。啊，随缘是一切事情顺理成章，没问题。啊，是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好事要做。啊，不是利益众生的事情，不要做。啊，那么利益众生，你要有智慧能看出来，现在利益，将来的利益，这是真利益。现在有利，将来没有利益，这是假的。啊，这个心跟裂了，都浪费了。啊，成就一个都是功德。
啊，李老师在台中弘法留学立身38年，啊，我们这几个后代没有辜负老师，啊，下一代呢？下一代我们看到一个人，果钦法师。很难得，我很尊重他，赞叹他。30多年来，专攻戒律。现在谈戒律，大概全世界就剩下这一个人。啊，30年的苦行，把佛法的根救住。无量功德了，啊！所以人要至心一处。我们知道，到现在才落实。啊，现在我才至心一处，就是无量寿经黄念老的记住。啊，别的全放下了，慢慢去体会一切一切一切皆一。佛说，真实的智慧，真实的利益，真实之己，三个真实是一体。啊，一个得到了，三个全都现前。